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末世方程式。这是一个三部曲，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从第一集开始看，不然你会不知道我要说什么。当然在最后一集第三集我会公布一个方程式，希望对大家对末世是有帮助的。你如果不是基督徒，你对圣经不熟的话，这个视频可能对你不是针对给你看的，因为你看的话你可能很快会进入一种睡眠的状态，除非你本身是有睡眠障碍的话，那这个视频对你可能是有帮助的。你如果自认为圣经很熟的话，我要邀请你翻开圣经，不要跟丢了。